作便突破至炼气一重。师弟果然仙资出众，喂喂喂，长生师兄一样厉害呢。你怎么看不到玩家？没关系，扔给我，扔给我。却被我这祭坛禁锢，其妖魄似乎不在体内，这许是一桩大机缘，快去一探究竟。唱吧，唱吧。哦，还有世界等级耶，也太帅了。屁啦，我们不是才刚创吗？怎么没有聊天？杀鬼。为师没事。对啊，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没有聊天呢。有你弟子三人乃是有，不是清楚吗？只是那仙节草乃剧毒，我乃洪荒百事通，仅次于白小生。我乃洪荒百事通，仅次于白小生。哇，我都不知道可以从这边找新活动哎！我靠！等一下，那我免费体验这样。